为了儿子亏钱，我还不能跟妈呢？早知道我还不是不来了。那还跟着你半锅汤啊？一个一个，啥玩意儿？起来没？啊，起来了。 起了，早，别动，就搁床上吃。在家呀，我不敢这么伺候你，你爹看了准跳脚。他不在，我想咋疼你就咋疼你。今天是周天，吃完饭睡个回笼觉，养身子。喂。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呀？我每天给他打电话都是关机，我今天早上又打了一遍，手机已经停机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就在他们家门口坐着呢，家里没人，求我，我都不想活了，我。哎呀，你哭什么呀你？不就是个男人吗？那你还落一孩子呢？我凭什么给他生孩子呀？他都不要我了，我现在就把他做了去。 你别胡说八道啊！啊，我马上到。哎，小李，哎哎，吴总，我刚才给新牙沟那边打电话，他们怎么说狗总还没过去，而且电话也打不通。狗总，哪个狗总？什么记性？狗肠药啊！嗨，他呀，他前天就过去了，前两天就过去了，那早该到了呀。你没记错？没错。他不会是？ 自己回润城了吧？不是，我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他临走前啊，还管我要路线图，说是自己摸着过去就行。自己摸过去？这么大的山，他又不认路，不会走错了吧？不是迷路了吧？ 怎么坐这儿？你晕，你付快快快！我就坐这儿，我凉死他！你凉死谁？你自个儿能命听话来！哎，起来！我要打胎，麒麟，你帮我啊！这好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来，咱先起来啊！咱们起来去再说这个事儿。我不走，我要把这房子给点了。哎，你就算真把这房子给点了，他也不知道。人家租的房子，你点了有什么用啊？请你把钥匙给我，进去看看。 没有，他有钥匙，他在这儿坐着干什么呀？你说你吧，跟人处了那么多年，连个钥匙都混不上，够可疑的，丢死人！哎呀，别做了，姑奶奶，干嘛呀，媳妇儿？他是孩儿他爹，万一死在里头呢？啥意思？你还打算砸人玻璃是怎么着？你别！你万一死在里面，难可……别闹，你死什么死在里边？胡说！你懂什么？你这么一点……哎。 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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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孩儿他爹应该还活着。不过咱们现在得去他公司看一下。 也许就是换个地儿。 本来以为嫁给他能当个阔太太，因为我爸我妈我哥要是知道我气死了，还有我那嫂子，平时都瞧不起，送我去医院吧。哎，贵妃，你别激动啊！你想想孩子，这可是一条小生命啊，万一瞧瞧他真的就吃屎离开几天呢？ 那到时候怀孕，孩子没了，那这就是一个悲剧啊！到时候再想要孩子，可就再也要不回来了。按现在这个情况，他猴年马月能回来啊？就算是回来，到时候左拥右抱我一个单亲妈妈，我怎么办啊？咱们想想孩子，孩子毕竟已经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对他是没有感情吗？你就感觉不到孩子吗？ 也许他正在肚子里面，他在说：“妈妈，你别不要我。”我能感觉到。你先放轻松一点，咱们上别墅去瞧去啊！我去叫小婉，你先别激动。 进来。贵妃，贵妃，你干什么？贵妃，孩子是你自己的，你可得想好了。养孩子不是问题，我们都可以帮你的。我恨这个孩子，你该恨狗肠药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不要这个孩子，我不要。 你把孩子生出来，我替你养。咱们可以帮贵妃养孩子，怎么可能替她养孩子呢？我知道你是着急把贵妃给拦住，可你也不能说替她养孩子这事儿啊。哦，真有一天人把孩子生下来送给你，你想没想过该怎么办呢？我真养。你爹妈他同意你抱别人的孩子回来养吗？ 那我就说，是咱们的孩子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知道爹娘多想咱有啊，等他孩子出生之后，咱们养。那怀孕10个月是能装出来的，哦，你爸妈那可都是过来人，在他们眼皮底下骗10个月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不到10个月了，他已经怀孕2个月了，你还早产呢呀！ 你别说了，跟真的似的，这事儿不可能啊！哎，我点了好多好吃的啊，咱们今天多吃点，要不然都对不起这地儿。
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决定了，让琼花假怀孕，你真生孩子，等孩子生出来，我们就当做自己的孩子养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主意还挺好的哈。 比你们抱养孩子靠谱，靠什么谱？你脑子是不是也坏掉了？要知道你装啊，我可不装。不是有什么装不了的呀？哎，你顶多就难受10个月，总比你难受一辈子强吧？你看你公公婆婆急的，每天跟盼星星盼月亮一样。再这么下去，得把你们俩盼离了。瞎说什么呢？我说的都是大实话，好吗？你们俩就算关系再好，你扛得了一时，扛得了一辈子吗？ 你说抱养孩子这事儿，我当时听着就不靠谱。你们两个真这么决定的话，这孩子我还真就生了，不为别的啊，就为你们两个的幸福。你还真要给狗长药养孩子呀？我到时候给你装上个假肚子。 再往后，天越来越凉，衣服越穿越来越厚，不会有人看出来的。再往后，咱们就找个地方去旅游，把孩子生在外地，只要我不质疑，肯定不会有人看得出来。不行，这怎么就不行了呢？你放心，有我亲自给你指导，不会有任何人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吧？ 喝点水。哎呀，哎呀！我刚才把先吃坏了呀，恶心，肚子还拧着疼。哎呦，青花。 你这是咋了？啊，没事儿，你也有点吐了。哎呀，吐！嗯，该不是怀上了吧？这个不可能，这个肯定不可能。这个很有可能啊。明天咱查一下。查什么查？你是知道我是吃海鲜吃多了？我吃的比你还多呢，我怎么不吐啊？八成就是了。快跟你爹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一声。好嘞，我马上就打。哎，不用打，不用打。 你打呀，你打！我敢保证不可能。哎呀，老头子，怀上了，怀上了。啥时候怀上的？还没查实呢，看着像。啥叫像啊？吐，吐的厉害。除了吐还有啥？还问这问那的，怀就怀了。 你买只老母鸡炖上。大黑天的，饿上哪儿买鸡去？等查实了再说吧。爹咋说？爹呀，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喽。青花，青花。 哎呀，这说话没事儿，妈，我有点累，我想睡。哎呦，这带着肚子就是犯困，快睡，快点睡啊！哎，香火呀，你也睡。哎，明儿啊，天一亮，咱们就去查。哎呦，谢谢菩萨，谢谢列祖列宗，我大孙子哟，可算盼来了。 天意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天意啊！你甭来这套啊！要查你查，反正我不查。不用查呀，这事我明天一公布就没问题了。你说什么我也不承认。这事不管你承不承认，就这么定了啊！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已经怀孕的人了。我现在就去跟妈解释清楚。哎，别闹，媳妇儿，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就不光是咱们俩的事儿了。你以为就是我非要让你哄我爹娘吗？你想想你姐们儿。 你想想，贵妃，贵妃这些年不容易呀，好容易有了一个孩子，可是她现在不想要了。
小孩子是无辜的，你难道就忍心看着这条小生命就这么被流掉了吗？我们现在刚好可以有一个机会，把那个孩子当做我们的孩子来养，把那个孩子的命救下来，也解决了我们现在所有的问题，难道不好吗？哎，能不能查出男娃女娃呢？还未必是呢。你咋回事？你到这就说这话？你要把孩子念都掉了，我不饶你。真要是的话，你念的也掉不了。哎，他咋不让你进去呢？哎呀，人家麒麟说了，琼花是不好意思嘛。行了，想想桂辉和宝宝，你都在乎，对吧？哎呀，别那么夸张，慢慢的走啊。哎，老头子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哪儿？来了，来了，来来！哎呦喂，咋样啊？啊，怀上了。哎呀，您看，给我娘又不识字，快给你爹看。啊，我。哎，男娃女娃在那儿写着呢，这哪能写呀？没写，这查出来也不能写呀。内部人嘛，内部防的就是您这种重男轻女思想的人。爹，咱可说好了，金砖元宝可都得笑。啊，笑，笑。哎，咋那么巧呢？啊，桂辉怀，你也怀。别别别，琼花他们单位啊，正在这个树立，家庭和工作双丰收的典型呢，得去呀。
正式向我公婆宣布我怀孕的事儿了。也就是说，从今天起，这事儿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。别动不动就打胎啊！回头我这要生，你那儿倒没孩子了。我现在一想起来孩子的事儿，我就来气。你说这条死狗，我拿什么养孩子？别这么说，不都说好了的吗？我跟麒麟，我们俩养。我就说我命苦，老公跑了还得替朋友生孩子。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你晚上要不要我过去陪你啊？得了吧，你婆婆要知道你怀孕了，肯定把你供在家里面，还能让你来找我？我现在巴不得每天都看不见他们呢，只要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演戏，没两天准露馅儿。来人了，我不说了啊。陈队找我啊，夏虎。最近有个去新加坡交流的机会，队里研究了一下，准备让你去。我去？这种机会难得呀。我不想去。嗯，为什么？你有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就这么定。队长，您让我考虑考虑行吗？给你两天时间，想好了让你师傅签个字给我。是。那我先走了，佳佳，拜拜。这么晚来找我，有事吗？今儿吧，领导找我谈话，要让我去新加坡学习。嗯，你说我去吗？去啊，好事啊。我一想吧，我觉得也是好事儿，但我怕你想我。仨月呢，那虽说不长，但也不短呀，是吧？你说什么呢？喝多了吧你？娇娇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就留下了你。卢小虎，你赶紧走吧。娇娇，你宁愿和丁凯南玩，也不愿让我留下陪你，是吧？放心吧，不管你去哪儿，我都不会跟丁凯南在一起的。再说了，我跟不跟丁凯南在一起也不关你的事儿啊。那我送你回家呀。不用。哎，都这么晚了，那师傅肯定不想你一个人回去啊。少用我姐来压我啊！哎，走吧，快快快！佳佳，上车。你怎么也来了？我知道你今天有晚自习，怕有人缠着你，我就来接你。嘿嘿嘿，说什么说什么呢？谁缠呀？我跟佳佳你情我愿，你才缠着。哎，谁跟你你情我愿了呀？就是佳佳，别理他。上车。丁凯南，我拜托你件事情呗。达令，你就是拜托我100件事儿，我也答应。真的吗？ I promise。小虎今天喝多了，你帮我把他送回去吧。啊？啊？什么？你呢？答应我了的，要不说话算话。你呢？就不要再跟着我了。你们俩好好相处啊。哎，放我走！师傅。嗯。什么事儿？麻烦您签个字儿吧。好。去这么长时间啊？那你这一下不就跟娇娇疏远了吗？他现在也没多近乎啊。我跟你那法儿不管用啊。娇娇倒是对我有几分刮目相看，就那样吧。不是，你这要去3个月，
这要是丁凯南趁虚而入，你就彻底没戏了。没戏就没戏呗，我觉得我希望也不是特别大。陆小虎，我觉得男人吧，对感情就得负责任。你既然动了心，你就得玩命追，要坚定还得坚持。你像这种交流活动，以后多的是，孰轻孰重，我觉得你得好好考虑考虑。那您的意思是说，就这次交流活动我不去了，留在娇娇身边是吗？你该去去，好吧，我只是个意见，我给你签了，你自己好好考虑，好吧？我再仔细看一下这邀请函，一会儿给你签，好吧？我还有点事儿。这个机会你一定要争取下来啊！我觉得这么好的机会，要是不让罗小虎去的话，我这心里头不太舒服。小虎还年轻，这样的机会他以后一定会有的。再说了，小虎要是真走三个月，你不怕丁凯南趁虚而入啊？关键是罗小虎就算留下来，娇娇也没答应跟他好呢。娇娇的事情你放心吧，这样我去劝他，我一定能够说服他的。不愧是娇娇，我才说了一遍你就掌握其中的要领，每一句都饱含着深情。你再多谈一个小节，我的眼泪就要奔涌而出了。得了吧，我就一练习曲，有什么好感动的？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练习曲，但是在我丁凯南看来，只要是从你娇娇指尖流淌出来的旋律，句句都是饱含着深情。真的，我闭上眼睛，我仿佛看到了远方的山川、溪流，还有淡淡的花香。你感觉到了吗，娇娇？多么美妙的画面！姐夫，姐夫的电话。喂，姐夫。
倒觉得是他高攀了。我姐夫这么赞，他连孩子都。这下可好了，终于有信儿了。我咋觉得这事儿来得太快了？生孩子可不就是这样吗？说来就来。你再说了，他俩都折腾这么长时间了。折腾这么长时间了，才刚怀上。那咋？我把你怀孕的事告诉他了啊。你跟他说这事干嘛？她是你亲妹妹，这件事情总得让你家里人知道啊。他们要知道，那麻烦可多了。你看你这个人吧，你永远就是远近亲疏不分，跟自己家里人不说，跟外人倒是说个一溜够。我跟谁说一溜够了？这事儿我一个人都没说。嗯，你没跟你徒弟说说？我跟他说这事干嘛呀？行吧，我待会儿回了家吃东西收拾点啊。你现在可是处于妊娠反应期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还真让我表演个兔给你爸妈看啊？多少得有点反应吧。我是有反应，现在我的反应就是烦，烦的要死了。别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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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要不咱们试试，我给你知道分寸。你这是什么呀？那还不简单了吗？嗯，来一个。哎，这个我不用演，我本身就已经很悲切了。那个，你要是想吐，你就踢我。你能不能放松点啊 ？Relax。青花吃不了大荤，做那么多肉菜。我给个干闺女吃吧。干爹。您亲自下厨啊？这是专门做给你吃的，让他尝尝这肉熟没。哎呀，闻闻，香不香？嗯，太香了，干妈。我留着一会儿吃。好，好，一会儿留一会儿吃。好。哎，一会儿多吃点啊。
咋的了？这是？怕让他尝肉？那可得让他忍着点啊！这怎么忍呢？你看那一桌子菜。我觉得爸是故意的。不能吧？这。这没准就是想给补补这。你什么时候见过咱爸亲自下厨做过饭呢？啊，不能，这是他刚刚，没准他就是想展现一下热情。我觉得要出事儿，是做贼心虚。谁做贼了？你才做。怎么样？去我屋歇会儿。我啊，香火呢？啊，那个厕所呢？那桂辉呢？也在。马桶坏了，他俩在那修马桶呢。哎，你俩那个马桶修好了吗？快修好了。您要用吗？不用。哎，桂辉，你也喝一杯，宽宽心啊。干爹，我不喝酒。哎，香火说过，那你的酒量还不错呢。我还说过这话呢。啊，不喝酒，不喝酒，不会喝酒。哦，哎，吃肉，来。爹，您自个儿吃就行了，拿自己筷子给别人夹菜，多不卫生点。干爹，其实我来之前吃点东西了，现在还挺饱的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那喝汤。来，喝点黑鱼汤，大补。来，喝一碗。喝点汤，来一碗。哎呀，怎么没事了？我就说你，你看你做这么多荤的，是。秋花啊，没事吧？肯定是男娃，我怀香火的时候不就这样吗？我咋没见过你这么吐过？你能记着啥？娘不容易啊，怎么能不记得呢？那肯定是这么吐过的嘛。哦，爹，啊，秋花，快坐。秋花呀。知道当娘的不容易了吧？哎呀，别跟你娘怄气了，回头跟你娘赔个不是就过去了。真亲不恼百日。对。哎，这个事儿跟你娘说过没有啊？啊，我跟娇娇说了，她会传话过去的。哎呦呦，那不行，这样你得亲口去说，这是大喜事儿。这琼花是功臣呐，对呀。哎，回头咱俩呀，也得到亲家那儿赔个不是去。